那瞅着倒挺老实的，演员可以吧？个儿行，个儿还行，长相一般，有点挖兜似的。挖兜是啥意思？就是往里头熬进去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你说是兜兜齿吗？还是啥意思？不是兜齿，就整个那脸有点往里，不是太。这个两腮没有肉，就属于怎么说呢？没有财运，就是比如那个道理似的。另外一种就是脸团乎的，那是胖乎的，哎，有点肉，啊，这属于。你喜欢圆脸？啊，对，团脸的时候就是有点那最好的。也没交流呢，看看交流看看吧。我那个属相是属兔的，嗯，今年是57周岁吧？您今年是属羊的？我属羊的，对。哦，几月份阳？4月份。4月份还行，有点潮湿。有点什么？潮。哦，刚开始就潮。冬天就是。因为羊、猪、狗这三个属相都是三合属，比较合。你懂啥叫三合属吗？三合属我不太懂，但他一解释还能明白点。就羊和兔合不合呀？非常合。非常合呀。啊、三合属嘛，三合属。啊、嗯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找对象一定要注重这方面。相磕就不行。信这个吗？我也信，但我也算过。啊，嗯，我算过我的婚姻最佳婚姻是找属什么的？属啥的？第一是属，就马。啊，嗯，完了属兔、牛，这三个是最佳的。啊，嗯，因为我也挺，也不是说迷信吧，反正我也算过。就像你们要是信这个属相就是一个前提。还是人为，后期人为比较重要。人为也是，像人是，命三分靠注定，天七分靠打拼的。